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在安平妙寿宫这边保生大帝正好圣诞千秋，那看到他找的野台戏，也是所谓的歌仔戏，那从云林找来的歌仔戏，他们呢演了八仙戏，那我就稍微的在现场带给各位看他们整个一个歌仔戏的展演过程。中间那里知道金波流流发自铁条，一动到达妖帝江看不明白，阿仙最近我定是那位老正八仙，驾起香云去何处领法子。
放春春。今不得长征西元几重，就先扫我的一月金木。前门金不留留，铁雕红来大将，八千有何法子？就先那里知道，今日这是团头大会。要想就先花糖听候，金木之情我等随候。不是吗？一同大地相遇。
到九了。好的，影片是 DJ 阿周在台湾的台南安平所拍的，在野台戏前所拍的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同时开启订阅的模式、关注的模式。有你的关注，有你的订阅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后会有期。